有一次喝他意气用事嘛，跟人家拼酒。我们那时候护卫心强啊，敢怎么能够对我们阿尼基不强不敬？对，进瓜跟酒孔就跳上，哇来，哇来的挡挡酒了，对，挡酒，他挡酒还一直讲啊，你别啊，你啊，你别塞，你别在上，我操，你别塞，你来啊，拿那个整个那个 SO 那个整罐的，整罐的哦，他一半我一半。我还写了个 rap 给他。对啊，背得要死。二十几年前最早的 rapper。进来进来，你进来看，他慢来慢来，你敢接吧？都在百战百胜的过程，我觉得小七那段真的很辛苦，钱收入也没有，因为录两天嘛，录两天都当天晚上在那边，都是六日嘛，那晚上就会去很多。道上弟兄，我请吃饭啊，当地一些有利人士啊，对啊，对，我们都会去蹭饭吃。对啊，他大概四五点要收工，车就已经在外面等了。有人记不记得？太热情了，一步一步接接接，第一摊先酒家，第二摊又酒店，第三摊地下舞厅，他们搞的天，说他意气用事嘛，跟人家拼酒啊，你记不记得？就是那个不是啊，我们宴请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护卫心强啊，因为你胆敢怎么能够对我们阿尼基不强不敬？有人进瓜跟酒孔就跳上，哇来哇来的挡挡酒了，对挡酒，他挡酒还一直讲啊，你别啊你啊你别塞，你别在上，我你公司你也塞，你来啊，拿那个整个那个 SO 那个。整罐的哦，整罐的哦，一公杯两个，一罐，他一半我一半，来扛。哎，我不晓得喝半罐会喝醉，喝太快。我记得瓜哥订好房间之后，我们就抬着酒孔，抬到他酒门口的时候，人家说：“哎，怎么喝成这样啊？”我说：“那怎么办啊？我想买解酒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你先有三温暖了，你泡一下可能会疏解一下。”就跟阿诺把酒孔抬的，阿诺是魔王，对对，那很壮的那种肌肉男，对。然后到了那。三温暖，我想说，看到三个池子，听说是冰的、常温的，一个是热的、沸腾的。阿诺就是，我说你试试看，阿诺就拿了一个字 ，OK， 我就把酒孔把它放下去。我脱衣服很难脱哎，因为人那种烂泥的样子，脱完之后把它放下去，他就很安详的就躺下去，差不多这个水这样子，然后就斜背的，跳起来。我说哎，怎么了？他是身体这边影像全部是烫红的，跟瞎子一样。为什么？我就哎奇怪一摸，哇，好烫啊！那刚刚那个人阿诺，我说阿诺，你怎么说 OK？ 阿诺说可以啊。我突然想到，阿诺他本来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，他不是铁砂掌啊，所以他不怕烫。有一次他以前就是还没有任何表演的时候，我去校园演唱会，我就叫他上来找暖场。我还写了个 rap 给他。对呀、啊，背得要死。二十几年前最早的 rapper， 什么？嘿，啊，进来进来，你进来看，啊，慢来慢来，你敢一半？啊，不是讲我的好操蛋，啊，不是我今嘛讲给你听，我做人可以甲拍命，啊，生了高水阁未歹看，啊，大金拢阁我大金啦，啊，唱歌跳舞我拢唔惊，啊，唱歌看起来好条件，啊，哪会拢无人来探听？啊，想想实在是有够差啊，